我喜欢看起来就是全新的，任何东西都没有，也不行。就不能吃？对啊，也不能吃东西。小编。林静开2200万超跑亮相，铺超车上车竞技，众人傻爆眼。林静三十号出席汽车保护膜代言活动，超跑达人弟弟林志兴也现身，兄弟俩首次同台合作。第一次跟弟弟同台，对，感觉怎么样？不会讲哎，有点卡卡怪怪的，感觉很紧张哎，你是不是有偷偷的帮忙？没有。那你要说他头耳上拍拍他，好贴心。不是，是我忘记了。是我忘记流程。我说，是我记错了。走下去的时候，我说我记错了。你真的为这次的代言，真的是每代言都出来了，我也上了。对啊，你看连皮衣都穿到现在，这多辛苦的事情，你知道？对，代言费应该很可观吧？就相当满意。哎，这众人皆知林静是爱车成痴迹，这姐姐们就好奇小智有什么上车禁忌。我喜欢看起来就是全新的，没有垃圾桶，什么都没有，手套箱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如果我那你说任何东西都没有，开的对，对，等一下我，然后坐军车，他不会让你上去，哦，不行，不行，牛仔裤也不行，就不能穿牛仔裤，对啊，会把我的皮革有点刮痕，对。也不能吃东西，小编也不能吃东西。姐，你上次你要把牛仔裤脱掉，这样子很可怕。你看我这台车3年多了，跟新车一模一样。这个是牛仔裤。对，尽量不要了，万一染色。哪一种等级以上的车子不能要慎选衣服才好车？没有分啊，除了保姆车以外，就开车你都穿什么？穿运动裤。真的，我想我的牛仔裤是有弹性，它不是真正的牛仔布料，然后不能有那种铆钉有扣子的，不能有铆钉的，对，车子要净空，只能有一个东西，行罩。没有。我跟你讲，问题好，我今天来的时候，助理，你看我不小心开咖啡，唰，这个咖啡喷出来。在上面。我在找，我说卫生纸。没有卫生纸，一滴的，这个几滴，对啊，我是刚好冒出来。你要告诉我还有蛇？这次之后会放卫生纸？不会。蛇才可以随便。理论上是啊。那小孩也不能用。对。饿了也不行，因为残忍的爸爸。先吃好再上车。是，穿运动裤。特斯拉载小孩，那个可以的。老婆可以穿高跟鞋上。可以，这个可以了。吃东西哦，让我想一下。刚刚上次被拍到吃双喜饼。特斯拉，对，特斯拉。OK。OK 了，太透了。所以后来又换了深一点的隔热纸。